我在全明星运动会三。我在全明星运动会三。我是娇娇娇曼婷，我这次是来学习的。我想要学习如何与输赢共存，如何胜不骄败不馁，甚至是在团体生活中找到自己的目标跟位置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永远不轻言说放弃。我在全明星运动会三。我是吴世安，我想要透过全明星找到以前团队竞技的那种热血的感觉。我在全明星运动会三。大家好，我是徐新阳，我在全明星运动会三。